殿下，殿下，有消息了！什么事？有一盏灯的消息了。哦，他在哪里？他住在平安客栈。平安客栈？哼，平安客栈！我叫你今夜不平安，过去看看。这，大爷，大爷饶命啊！大爷饶命啊！大爷，大爷！我闭嘴。殿下，不知道，我看他在那鬼鬼祟祟的，属下把他给抓过来问问。哦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在那边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大爷，我家就住在那边山脚下，我是来摘野菜的。哦，大爷，你要是不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我可是会杀了你。 大爷，我家男人白天下田，我还要来烧饭，还要照顾三个孩子，我哪有空上山呢？哦，大爷，您要是有孩子，您就知道有多麻烦了。我只有等到晚上孩子跟他爹睡了以后，我才有空出来啊。嗯，你走吧，不过不许你告诉别人。 在这儿看到了我们，知道吗？是，知道，我知道。殿下，这不好吧？让他走。慢着。大爷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<笑>你放心，我说过不会难为你，你就住在这附近的镇上。是。哦，那有家平安客栈。 知道，我知道，就在东街上，一进去您就看到了。你可以走了。谢谢大爷，谢谢大爷。双倍，在，即刻前往平安客栈。是。平安客栈？对，他问过我怎么样去平安客栈。会是张天豪吗？ 应该是他，不会错的，不错，我亲耳听见他们在叫他殿下，而且他身边还有七个拿着黑伞的人。铁伞七位，嗯，不错，就是他。可是张天豪到平安客栈去干什么呢？不管那么多，反正是我们到平安客栈去拦他。 也对不起，小店打烊了。我问你，可有一个手提灯笼的人在这儿住店？哎，有。哦，住在哪一间？就住在后右手第一间。嗯。哎哎哎，没记错，大爷，没记错，没记错。 给我乖乖的坐在这儿，不许出声，知道吗？殿下，小儿不会骗我。 会有错的。江湖一盏灯一定是住在这儿，你没看见他挂的这个灯笼？江湖一盏灯，灯亮人在，灯灭人亡，应该是不会有错。拿下来。是。殿下。
还有纸条，明日风铃谷，不见不散，不死不完。殿下，那你明晚之约？哼，我虽然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但是明晚我一定会去。 走，走！你给我说，那个提着灯笼的客人，他上哪里去了？我不知道啊。好，他回来的时候，你可不要忘记了告诉他，不要忘了明天的约会。是，大爷，是，是。哼，那么走。 这么倒霉的，小二，是你呀，客官。刚才那几个凶神恶煞说你走了。我在后院散步，他们没见着我，当然说我走了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个领头的人啊，他叫我告诉你，说是什么明儿晚上的约会，别忘了。他不说我也知道。 烫一壶酒，准备几个菜。是，您少往马上抬了。小二，哎，多准备几副碗筷。你一个人吃药这么多干什么？也许还有朋友呢。啊，去吧。是是是。嗨，交回盏灯。我就知道你们会来。 可是我话还没说完，你们已经到了。哦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来呢？我当然知道。小二，哎，别害怕，这几个朋友比刚才好得多。准备酒菜去。是是是。坐。刚刚庄天豪来过。是。他人呢？走了。走了？怎么那么快就走了？ 他没见着我，当然走了。哦，这事儿你们已经觉得很奇怪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坐下来听我谈谈。请坐。客官，您酒菜来了啊！好。这儿没你的事儿，把门关上。 后面歇着去。是是是。请，我先干为敬。其实今天晚上，我故意引张天豪到这儿来，让他大怒而回。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来？当然知道。义军追寻张天豪已久，凡是张天豪所到之处，你们一定会紧跟而来。哦，倒很有自信呐。那当然。不过，你引张天豪跟我们白来一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今天晚上引张天豪到这儿来，主要是定下明天的风林之约。 哦，你约张天豪干什么呢？你忘了，我曾经跟你们说过，我要杀掉张天豪替我弟弟报仇。哦，那你今天晚上为什么不杀他？今天晚上我不想杀人，再说在客栈杀人的话，也许会伤到别人。这么说，你留给我们的银票跟首饰，都是从张天豪那里骗来的。 虽然我不想加入义军，可是我想跟你们合作击杀张天豪。
你为什么想合作？以我一个人的力量，绝非张天豪的对手。再说你们所练的新阵势，也未必能够破了铁杆七位。张天豪明天一定会到枫林谷赴约，可是他没有想到我会跟你们合作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布下天罗地网，就算张天豪你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插翅难飞。 说的话你们不同意？不，我们同意。好，来，我们再喝一杯。这杯酒喝了之后，早点歇着。明天一大早，枫林谷还有事。 这儿的陷坑都已经挖好了。对，这些机关在晚上来做的话，张天豪一定想不到。可是这些机关都太简陋了，能困得住张天豪吗？票下，只要我们能出其不意、攻其不备的话，张天豪手下惊慌，到时候我们会趁机击杀他。 千算万算不如老天一算。也许今天我们费尽了苦心，毫无用处。不过，我们已经尽了力了，就算有什么差错，我也没有怨言。一展呢？对今夜一战，你似乎没有一点把握。那倒未必。只因为今夜一战有关天下苍生，心里有点担心就是。 是个有心人，殿下，双威，在，这把剑我已经佩戴了多年，不知道有多少人。 丧命在这把锋利的剑刃之下。如果万一有一天我用不着了，我会把它给你们。殿下，属下们不敢要。怎么？属下们愿殿下长命百岁，永佩此剑。属下们不敢要。<笑>我只是说，万一我要是用不着的时候。 我会把它给你们。哎，如果我要是真的死了，我也就用不着它了。殿下，属下们愿意跟随殿下。不行。如果我要是命大不死，在我破了梅飘香的总舵之后，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。到了那个时候。 我会不要再过这种终日奔波、到处杀戮的日子。我会找一个幽静的山谷，安安稳稳地过我的日子。你们也就可以回到家乡，见见你们的亲人，娶妻生子，安度你们的余年。不，属下带领铁杆七位，永远跟随殿下。 永远不回去。如果我要是命大不死的话，你们才会有这个机会。如果万一我要是死了，什么人？哎呀！拿下！拿下！ 亲。
会是你？不错，是我。陆瑶卿，如果你还有记忆，你就应该记得，你曾经刺了我一刀。我当时说过的，你我之间的恩怨已经了了。是的，我没有忘记这件事情。可是我，你，他憔悴多了，是因为终日奔波，还是因为？陆瑶卿，如果我要是你，我会毫不迟疑地转身而去。你这些日子以来，我们四处地搜寻你的藏身之所，好不容易得到你一点消息，你怎么能……陆瑶卿，凭你一个人的力量，能把我怎么样？我知道。就算是我赔上一条性命，我也不能。陆瑶卿，我不忍心下手杀你，你还是赶快走吧，免得我回心转意。张殿华，你要到哪儿去？你要知道，你我之间是仇人，你为什么又……你什么时候才能不杀义军的弟兄？你什么时候才能天良发现？张天和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知道张献忠他以土匪流寇起家，流传各地，残暴无道，他杀害的百姓数以百万计，他更设下了泯灭人性的酷刑，狼屋、水牢、刀山、幽谷，残害了多少无数的良民百姓，使得天下的百姓家破人亡，生不如死。张天豪，你更应该知道，张献忠的所作所为势必将一袖万里。你为什么还执迷不悟？你为什么还执迷不悟？你住口！不管你过去如何，但是我相信，只要你能够及时的悔悟，天下的百姓是不会记仇的。而我更愿意为你承担一切的罪过，甚至于替你偿命。张天豪，我只求你，只求你不要再助纣为虐，我求你。瑶卿，你。不管你对我怎么样，但是今天我要向你表明我的一番心意。纵然你的心如同铁石一样毫无感情，我还是要告诉你，为了你，我万死不辞。瑶卿，我值得你为我难过吗？我知道你的心意，我又何尝不愿意如此的待你呢？
但是眼前情势非我所能决定。唉，时也，命也。你不要再多费唇舌，你走吧。王师爷过来，是。二位请坐。欢迎将军回府。这几天你辛苦。将军吩咐，卑职理应尽心尽力。这两位是大王驾前的侍卫。哈金、哈光兄弟，卑职参见二位侍卫。好，二位一路辛苦，想必需要安息。来人呢？在，请二位到客房休息。是，二位请。请。将军。这两个人是什么来路？我也弄不清楚。据大王说，是花了白花花的银子买来的侍卫。他们手里拿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兵器了。这两个人的武功相当的怪异霸道。那将军把他们请回来干什么？张献忠中计啊！张献忠信义为真，认定张天豪谋反，所以让我带着两个侍卫来押解张天豪回京。那张天豪他会不会从命？张贼早已料到张天豪不会从，所以他命我干脆击杀张天豪。虎毒尚不食其子，张贼如此狠毒，这也未免。王氏，你错了。我怎么错了？那张天豪不是张贼的儿子啊。这是当年张天豪的奶妈临死的时候留下的血书。这封血书要是落在张天豪的手里，他又会如何呢？张天豪必会反正。对，将军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去寻找张天豪，好让他早日知道他的身世，也好让张贼早日灭亡。王师，那就麻烦你传令下去，一有张天豪的消息，立刻回报。是。张献忠，你死定了！叩见王妃。秃尾巴，那古玩店掌柜的，他到底怎么说呀？他说，只要是真的真品，他愿意高价售卖。那待会儿我先收拾几样东西，你带去让他给瞧瞧。好。不过我有点担心。王妃，你用不着担心，大王对于宫里边的东西他也弄不清楚，就是少个两三百件，大王也绝对不会知道的呀。
哎呀，我不是担心这个，我是说张天豪谋反的事情，也不晓得是真是假。盛大奎拍着胸脯向我保证，绝对假不了啊！王妃，大王不是还另外派了两位高手去押殿下的吗？可是，要我卖了那些奇珍异宝，这……王妃，这还有什么舍不得的？你想想看，大王跟殿下要是打起来，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的，又要逃难，那在路上奇珍异宝，哎呀，就跟那个碎铜烂铁一样啊。可是换成了银子，也没有多大的用处啊。哎，那就不一样了，有了银子就可以买东西吃，有东西吃就不会饿死了。只要能把命保住，其他的什么都好说呀。嗯，你说的是有理，不过，哎，我就听你的吧。叩见大王。大王，回吧。臣在。你在这鬼鬼祟祟的给王妃扯些什么？大王，这臣不敢呐、不敢。我亲眼看见了，你还说不敢？退吧，我待你不薄。天底下的美人多的是，你为什么要在美娘身上打主意？哎呀，大王，您弄错了。哦，你还帮着他说话呀？大王，臣是来禀报事情的，因为先遇见了王妃，臣就向王妃禀报。臣来确实是为了公事，绝对没有什么不轨呀。为了公事，那是天豪有什么消息？不是，殿下到现在还是音信全无。那还是盛大奎有了什么事情了？这也不是。盛大奎刚回驻地，现在还没有消息传来。臣禀报的是这样的：镇北将军胡尔山因为税银的事情，请大王派人马去协助他。什么？胡尔山税银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？据胡尔山信上说，他说应该要收到30万两银子，可是到现在为止，连5万两都不到啊。这个没有用的东西，他就知道吃喝玩乐，连个税银都收不来。好啊，他是在轻视国王，还是想假借名目中饱私囊？大王，我想胡尔山他没有这个胆子。大王，现在的老百姓啊，都是抗捐抗税，跑的都跑了，留下来的就是把他们的脑袋都砍下来，一文钱呢？会是这样吗？我就不相信那些老百姓要钱不要命。好啊，我自有解决的办法。大王，你有什么办法啊？等到了胡尔山的驻地再说。什么？大王，您要亲自出京城啊？我这几天在宫里边闷得发慌，找点开心的事情做做也好。大王，这个不妥吧？万一在路上出点什么事情，那……秃一霸，在护卫王家是你的职责，要是有什么差错，我就拿你试问。是，你可以加派兵马，加强巡守。要是再有个万一，小心你的脑袋搬家。臣遵旨。传令下去，准备车马，等孤王喝饱了吃足了，即刻起驾。是。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
天一黑，咱们就到风林谷去。在没走之前，我想请二位帮个忙。帮什么忙？打此去百里，有个小村庄叫吴家庄，不晓得二位见过没？吴家庄？我知道，我经过那里好几次。那很好，在庄尾有一个破旧的小土屋，不知道你看过没有？我没记那么清楚。清楚不清楚倒没有关系，反正小土屋很好找，在土屋的后面有三棵大柳树，我弟弟的坟就在柳树下。一盏灯，告诉我们这些做什么？那就是我的家。在这20年之中，我只回去了3次。如果我爹娘在地下有知，他一定会骂我不孝。不过才好，今后我可以回家常住。回家常住。令主，李大侠，如果今夜我有所不测，还希望二位把我送回吴家庄，就葬在我弟弟的坟边，就算一盏灯，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不尽。一盏灯，这个我们可以答应你。是今夜，你不会死的。蝼蚁尚且偷生，我当然不会自寻死路，只是事先做个交代而已。一盏灯，你不该说这种话的。那是为什么？你闯荡江湖多年，再险恶的阵仗你也遇见过，我相信你从来没有交代任何人，今天你也不该。以前我没有朋友，就算是死在路边的话，也是让尸骨化为枯骨。如今我有2位好友，情况不同，自然另当别论。你怎么，李大侠不认我这个朋友吗？我绝没这个意思。那就好，希望二位不要忘记对我的诺言，让我好好的跟我弟弟过一辈子。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吧。时候是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就走吧。慎将军，慎将军，什么事？慎将军，已经有了张天豪的消息了。哦，在什么地方？昨天李都统的手下还跟他通过消息，他现在在北面的山谷里的一个山洞里。在山洞里，怪不得我们找不到他。沈将军，你现在是不是要去会他？不错。那哈金哈光呢？我带他们一起去。哦，见到张天豪，我会先把他引开，把血书拿给他看。他要是相信了，那是更好；他要是不信，那我就……你就利用哈金哈光来对付他。张天豪疑心为张贼驱使，我宁可杀了他。
张献忠他的死期就不远了。元帅，冯将军的计谋已经生效了。另外，他还发现了一件大事。那张天豪不是张献忠的儿子啊。冯继承手中有一份血书，证据确切，张天豪的本姓是姓梅。如果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必定会与那张献忠不和。那张贼一旦失去了张天豪之助，无疑是断了他的双手。余开里达，属下在。传令下去，三军备战。属下遵命。慢，慢着。你们也不要太过兴奋。等一下，要召集各位将军到我帐中来，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商议。是是。去。是。张献忠残民已逞。义军揭竿而起，前仆后继，牺牲了无数性命。如今，本帅足以告慰英烈，待我挥动王师，即刻剿灭张贼。不错，应该是这儿。臣盛大奎参见殿下。臣盛大奎参见殿下。进去看看。是。启禀将军，怎么样？洞内没人。啊？有没有人住过？洞内足迹凌乱，且有草鞋多双，还有被褥，必定有人住过。嗯。看样子是不在了。二位看，还是在这儿等呢，还是回去明天再来？我们可不愿意在荒山野地里过夜。那我们就回去。走！大胆的东西，你们找死！盛大奎急急赶到山洞外，张天豪却不知去向。张天骄找不到神州八杰，又到这儿来干什么呢？义军设下的陷阱，张天豪会死在风林谷吗？请继续收看《大地飞龙》续集。